就算你没有破产，那你包下来干嘛呀？你要懂得合理消费啊。 说不明白就别明白，不必探究，只要开怀。无意中撞见美丽的海，想立刻转乘带你来。我去啊，你去啊！哎，我不是专业了，来来。不管好坏，只要期待。 交出一颗心，那算慷慨，讨一辈子高利贷。多好玩的爱，多复杂的爱，多无语的爱。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你不用学乖，别担心未来，你可以气急败坏，死心不改，反正。 有我在呀，你可以耍赖，也可以瞎猜，上天的安排没有人取代，你可以故意使坏，推翻重来，反正我都在呀。破产怎么样？棒。怎么回事？你说清楚，为什么把我带这儿来？其实呢，我一直想找一个机会跟你坦白。 我并没有破产，你什么意思呀？你把话说清楚。之前吧，整修二号楼是我一个人顶着，所以压力比较大。后来其他股东都同意整修，那我压力就小了很多。再加上上一个季度分成，刚刚拿到，所以根本不用担心。那之前，哎，就算你没有破产，那你包下来干嘛呀？ 你要懂得合理消费啊！这钱都已经花了嘛，哎，花都花了，下不为例，啊！还有下次啊？以后我就把财政大权交给你。还没结婚呢，需要你的财政大权。那就以后我每花一分钱，都给你打报告，啊！你就是我私人砍价师。那你等着吧。 发现啊，这游乐场还挺有意思的，比什么游轮啊、欧洲啊有意思多了。那当然了，你不看跟谁一块来的？说什么？没什么。后面还有更精彩，懂吗？